呢度農民會加上將檢土的一所搞部位，所嘅苗嘅農木同樹葉、樹葉一條農業廢棄物抽屉收脱，產生空氣污染嘅問題。屏東縣環保局除了提供農友退下大棉的服務，還企業計劃將農業廢棄物嘅集中廠農木回收示範轉企，希望農民做得多多利用。包含塑胶，有的没有了，那时常会燃烧，那这种味道啊，这种臭味已经持续好几年了。一寸一寸的拍人对出货的农业废弃物地板比出来，不但只造成空气污染以外，假使地板有农胎、棉塑也条塑胶制品，还会产生有毒的大恶心，对人体的空气影响更大。其实，在露天燃烧的过程会产生粒状污染物。而且也会产生 PM2.5 的空气污染。另外还有一种农业废弃物叫做农膜，也就是农业塑胶膜，在燃烧的过程会产生带奥星。为了解决农业废弃物的问题，屏东县环保局除了提供推广破除的服务，把农废抽屉成为废料回归体内以外，还在全县十之九的农业废弃集中厂又专门处理农业废弃物。那农民可以把它载到集中厂，我们就会协助处理，或者农民可以打电话给我们，我们也可以协助带清运。另外，针对塑胶农胎、棉塑也的废弃物，屏东县环保局也在李光雄设立一个回收专区，希望农民做得好好利用，以免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，受到5000元以上、10万元以下的罚金的处分。下届新闻陈文林屏东报道。